本分局八德区荣兴路段发现疑似非法移工出没，因身形黝黑结实，不向外籍交换学生。经过一个星期的埋伏跟踪，于本日上午会同桃园市政府劳动局稽查员，在荣兴南路某工厂查获持观光签证来台非法打工的乌干达籍移工一名。全案于调查后，依照就业服务法裁罚，并将该名移工交由移民署遣返出境。